歌的 key 我蛮当建议讲，你可以再多办去啊，我感觉那个张力会比较好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你安尼起来的时候，我以你鼓励的，是要做个城市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无你到这首歌吼，你有唱出个起风的那种感觉，你觉得就微微的到来。虽然安尼起风吼，但是咱来得快，去得快了吼，来你一开始来，开始头就变真紧张吼，啊，无紧张吼，我你分数会高，谢谢。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可能对刚刚那三位小姑娘的到位老师来做讲评语。徐大哥好，哎，我觉得你的声音的共鼻是原本你就用都用鼻腔在发音嘛，鼻子共鸣比较多嘛。尤其是鼻子稍微有问题。哦，鼻子稍微有问题，鼻窦炎，哦，鼻窦炎。我今天觉得你整体表现的真的是很稳健。 但是呢，因为你那个鼻腔共鸣的那个喉音的部分比较重，那其实咱声那边爱多，当然是要把集中一个共鸣吼，让它下腹的时候才可以发生出来。那因为可能这也是你的特色，就像我们邱凤姐一样哦，那么有鼻腔啊。啊，不过相对听起来也较薄板的时阵吼，其实有时候你就要稍微去寻找一下它更集中，声听起来较清澈、较大声安尼。 啊，整个情感才会让人家更能够听得清楚，去融入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真的很棒，真的是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大家好，谢谢。来，请讲。哎，谢谢。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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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
五年次是几岁？我是45年次还是45岁？65了。85年次的哦，那是几位了？哦，几位了？哦，那是很可嘉，因为我那两个比我可能多才调安尼，所以我刚刚阿哥给我一个赞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是个录音机哇！哪来那音标？哪来那细节哦？看不了，这个鼻子看不了。真的。那再来邀请我们陈泰山先生，被感谢到了，宝贝，好不好？冰美丽，那我们掌声鼓励。Thank you.
请到我们的评审舞蹈长，我们陈信金老师给咱做一个讲评。泰山大哥，啊，老师好。初赛、刚过赛，拢是我给你评。我见你的红中吉纳对我的心呢？我要请问你一下，你的今年会跟？刚刚那大哥一岁。哦，我刚刚听那边。你四十五米数，我四十六米数。属鸡呢？参赛价真的是谢谢，弄个英雄棒。我先就是你在态度的部分，我非常欣赏，因为我跟你今天，你怎么那么深情的对这一首歌的表达，真的非常棒。我小小的建议就是在你如果在高点的衬上，好就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可以哈、哦。我是感觉我顶哈。你 key 可以再高一点，这个释放会更棒。因为你给一点手掌哈，你如果 key 调了不 OK 的话，你可能就是会有一点 pitch 会跑掉，会压料不厚型的会跑掉。那所以外场跟内场你要做个区别，知道吗？好，整体来讲是非常棒的。谢谢我们的世界老师，那准备好交给我们的雷军老师来做讲评。泰山哥，你好，我跟雷军哥这边呢，你头都是上台，这坚定的眼神从右边把我们全部扫描一遍到左边。那老师好。我做领军的给你看，因为你出场的气场实在是太旺了，尤其是你今天的服装、整个造型以及你的台风，都是很用心的在为自己而准备的。而且我刚刚你头早出来时无面红呢，你怎么面来这红？雷军，我们两个穿情人装呢。看到你呢，我不是这样，我是讲我因为最近在头早出来时拢无这红。啊，甲你保证，你好，你真正足缘投。还是。你唱歌的时阵真的足迷人的，尤其是你足侪尾音有一挂哭腔，还有一些的副歌的高亢的地方，我们听了都会有一点爱上你的感觉。哇！嘴唇在颤抖了。梅姐，等一下，刚刚世金老师人家贵庚？我以为他要帮他征婚，现在没有爱上他，怎么就完了？我们节目就不下去了，直接结婚就弄下去了。人泰山哥无设计，搁甲头前的拖落水呢。伊比我老几岁，伊无讲家己的年岁，搁讲头前迄个年岁。哈，这个真的是吼，请世杰老师讲的，我嘛感觉你会当搁关差不多半气。啊，你哪会惊吼？你等于爱一直来练习，伫迄个半气的音阶，把自己的位置抓好，把自己的音域抓好。啊，我相信，若是搁关半气。应该你的情感，你的所有东西，你可能会很厉害，真的。谢谢老师，加油！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大哥，恭喜你啊！我们做完了，我们走，是休息啊。好，先恭喜你哦。哎，我们要颁奖。看你，他脸好红哦，真的好红。我们都要被奖励，不是会哥的，对，中奖的，对了哈。起码这个时阵没有哦，一定。